鸡咋弄的呀？这个。咦、嗯。你来下刨了。黄鼠狼干的活。这腿也没办法给它弄好了。你买啥吃的吗？没事，应该没事，没事，应该没事。太小了啊。他要他腿瘸了咋弄的？是黄鼠狼干的事。黄鼠狼。嗯。咦，这咋弄啊？咱妈一会儿该下架子了。那再下架子，这个鸡咋弄啊？这鸡慢慢养好啊。我也啥吃嘞？都你好吃。你不好吃，不吃咋长大？是不是？光耍好吃。这我那一百，我那是搁网上买的鸡，十个小鸡儿，现在剩仨，这又黄鼠狼干一个。就让咱妈下架子试试。嗯。可怜我的鸡子啊！这一斤多重了，现在鸡。再养养，看能不能养好。应该没啥事儿，腿也能咕噜。看下来，这下回了，你看那鸡毛都直愣愣。别害怕，我是善良的人。毛衣都直愣愣，下来。别的我不想起来，我嫌冷。我穿棉裤，我拿着灯都去，我怕我给咱拉跑了。结果还没送呢，那这腿别的大大了，那个老虎一下来扑啦啦一下跑到门口儿，回来，那没办法，这黄鼠狼哪里都去，哪里都跑，这半夜三更搁鸡搁那圈里面，他还没办法，又不带放我，能不能还能再喂？下来，腿都搁那，他腿能不能给他弄好嘞？他慢慢都好了，他腿不动了，都下回了。哪里？我给斗鸡了，下来。这个是。我天。哎呦，咬哪个嘞？我天。那现在哪个路来的？咬不咬了坑子？咬烂没？血嘞。咬烂没？肯定烂了，不烂都冒血了吗？你看。烂了。皮咬烂了吗？可能。看。那浑身那裂，真饿。看。哎，肉都露出来了。这里不没咬里边都完。这腿咋还？腿底下你腿都给。确定性的，我的腿。腿底下有咬吗？咦。这骨头吗？那是，卖我，那没事，受点伤，底下没事。这腿都紫的呢，这腿。它不是拘住血了，往一咬。这个肯定得咬，不咬。毛脸血，这腿咋瘸了？你好不容易，你看，这豆腐这个鸡小，我这骨喂的够用。这老公鸡这个，是个老公鸡啊。那打的说是母鸡，结果这是公鸡。我买十个公鸡，结果都一个公鸡。嗯，你不是打的母鸡吗？下好吗？啊？别踢我！拿来，我给你研究去。可都没买过，我咋拧上去？这成功了。这它不会让它上来，这铁皮不会让它上来。那不这样的吗？不这样的吗？它不会让它上来。这里找不着了，吓人！你可知道？俩人找，走这边走，他们碰到这个这一股。看到这个铁这它光咕弄这个铁皮。
是松了那个。现在光糊弄人，你看那个，这。松松铁片子，铁片松松，在底子上。不能那谁。慢慢清洗搁那个。那个黑了他也不粘，怎么黑了他不帮？那啥，一咕噜一粘子开了，是吧？你看手啊，你慢慢的放那个。皮子过不来，咋我那你这个这豆菜我，真的，你给它摆好了。哎呀，带跑。你都弄这个这个，我弄啥？都给拿跑呗。别老着急，这回我跟你说，稳拿稳。越来越急呀！谁上的来呢？你看，菜我给他倒腾，谁过来呢？